里摆满香菇和肉或是山药，配上排骨，把它们拿来熬汤进补，最适合转冷的现在，也就是霜降节气。蒸煮一个钟头，打开盖子，热汤的蒸汽一涌而出，香菇的香气加上鸡肉的甜味立刻散发开来，喝上一口超鲜甜。山药排骨，然后把排骨放进去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比较滑顺。香菇鸡汤或是山药排骨汤里头的原理其实和中医道理息息相关，因为开始转冷的霜降节气正好落在五行中属金的部分，对应到的是人体呼吸道，而保养呼吸道的养生食材有香菇还有山药，另外花枝跟地瓜则可以降低体内发炎，促进消化。山药它本身是有补脾肺的效果，然后有补肺气的作用，那它不论你是拿去炖排骨啊，都是非常温和。我们希望在还没进入到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先把身体的免疫力整个提升上来。医师说了，由于冬天来临，人体会比较虚弱，到时才进补恐怕已经来不及，因此秋季进补正是冬季来临前的重头戏，帮身体打底，保护呼吸道，远离疾病，更健康。记者纪冠宏、麦凯婷台北采访报道。